大家好，我是阿芳，欢迎来到我的课堂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这个虎头猫的附件，也就是它的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。大家拿出我们的这个零线来哈。这个鼻子呢，我就不示范，大家自己完成。我是勾了圈起，勾了12个中长针，它就是这么一圈。然后我们来勾这个眼睛跟这个耳朵，这是眼睛。眼睛呢，我勾的是中长针，耳朵勾的是长针。先来勾他的眼睛吧，眼睛是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大家先在手上绕个圈，绕个圈以后，我们给他勾两个锁针，代表一个中长针的起立针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圈里面再勾11个中长针。中长针的勾法，钩针绕线带出来，直接给他拉过来。3 4 5 6 7 8 9 10 11 12，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引拔连接，在这里引拔连接。把这个线圈拉紧。哦，不对，第二圈我们要勾黑色的，所以要用黑色的引拔连接。其实呢，规律都是一样的哈。好，我们给它勾两个锁针，代表一个中长针的起立针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第二针上面勾两个中长针，一针，两针。第三针上面也勾两个，也就是说这一圈呢，我们在每个针目上勾两针这个中长针。大家这个线头可以稍微拉一下哈，勾的差不多，拉一下。这个勾起来其实特别简单，它关键的就是我们缝合的时候要缝合的平整、平整对称啊，对称。对称平整对称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在每个针目上勾两针，这里不多，我就干脆直接给它勾完吧。好，起立针这里我们再勾一针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引拔连接，拿出白色的引拔连接。好，我们在第二针上勾一个中长针的夹针，也就在同一个针目上勾两针。我这黑色的忘记了包住它。第三针不加不减。第四针我们又勾一个中长针的夹针。勾的时候呢，记得把这个线头，黑色的线头，给它一起包住。看到吧，就是这样的。隔一针加一针，勾完这一圈呢，我们这个眼睛就完成了。大家自己把它勾完了，好吧？这个黑色的线呢，我们长了这么长一段，可以给它剪掉了。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处理它，打个结，最后再来。先把这一圈给它勾完哈，跟这个一样的，好吧？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勾它的耳朵。这个耳朵其实很简单，12针、24针、36针。大家看一下哈，简单我也给大家示范一下。这个耳朵呢，我勾的是长针哈，眼睛跟鼻子都是勾的中长针，我们是勾12个长针起头。这里几针？2 4 6 7。8 9 10 11 12，好的。第二圈呢，我们不换颜色哈，第二圈还是红色。第二圈我们是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的夹针，也就是说24针。这个呢，我勾到这里就不再示范了哈，大家自己完成吧。就是第三圈我们换成白色的。
白色的呢，隔一圈，哦，不对，隔一圈乱说，隔一针加一针，也就是隔一加一。这个我刚刚勾错，这里没加针，这里忘记了加针，这一针没加，要加一针这里。这一圈呢是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的加针。第三圈呢，我们换成白色的哈，我干脆说一下吧，这里没多少。就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长针的加针。好，起立针这里别忘记了加一针哈，因为我们起立针开始没有加针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钩针插进这个起立针里面，我们拿出白色的线，引发连接。这个红色的线不要剪断哈，红色的线我们用来缝合这个耳朵。好，在第二针上勾一个长针的加针。把这个红色的线我们甩开它，不用了，现在。第三针不加不减。第四针加针，第三针不加针，第四针我们又加一针。这个我刚刚说错了，红色的不是不要剪断，是稍微留长一点，留一段再剪。这个耳朵不要多少，我们直接留短一点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后面大家自己完成吧。完成以后，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给它收紧，好吧？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线头怎么缠哈。我们首先呢，先用钩针给它在这里打个结，这一步呢一定要做哈，不要偷懒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打了结以后，用记号扣，哦，不对，不是记号扣，这叫缝合针，给它穿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，藏在这个针目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给它剪断了，这个线头就是这样长的。现在我们开始缝合这个眼睛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眼睛呢在哪个位置呢？就是我们这个鼻子，鼻子我给大家量一下，我这个鼻子距离这个帽檐多宽哈？鼻子是距离帽檐是4厘米，然后呢眼睛距离帽檐是3厘米，这两个呢眼睛离鼻子稍微一点点就可以，我是空了2针。大家就这样哈，就这样给它做个记号，用记号扣给它固定，固定我们缝起来就方便一点。大家缝的时候呢，记住一点哈，就这样一正一反，正面这样缝，一定要把这个线圈，就是我们这个针母，这个 V 字形给它露出来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在这里挑针的，知道吧，姐妹们？正面的这个针距呢，稍微窄一点点。反面的针距呢，可以稍微宽一点点，看到吧？一定要把这个线头给它露出来，不是线头，就是我们这个针母这个 V 字形的哈，一定要露出来。好，缝到这里呢，我们这个记号扣就可以拿掉了。你看，缝的时候把这个针目给它露出来。大家缝的时候呢，还可以看一下调整，还可以随时调整，看到吧？好，我们这边呢，记号扣也可以给它拿掉。看到吧，就是这样缝的。
大家自己把它缝完吧。看，缝好了就是这个样子，两边差不多对称就可以，不要说一模一样哈，不能要求你一模一样。但是，等一下，嗓子清下嗓子，我不要求你一模一样，最起码要跟这个差不多，好吧，姐妹们，自己完成吧。好的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耳朵缝在哪个位置哈。这个耳朵其实你缝在哪里它都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缝稍微下一点偏一点，也可以跟我一样缝在这个，它基本上是在头顶上。但是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哈，它这个耳朵它是这样的斜的，看到吧？有一点斜的位置。从这里一排，过渡到了下一排这个样子，大家看清楚哈。然后呢，这边的另外一边我们也要对称，大家最好是。跟我一样，这样放在这里，给它用记号扣给它固定一下哈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先缝几针，缝几针，看一下这个位置对不对。不对的话呢，我们还可以拆掉，拆掉再调整。两边它一定要对称哈，对称才好看。我们先缝几针，缝几针不好看的话，我们再拆掉它。好。缝几针，缝几针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，你看，我感觉差不多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个记号扣就可以拿掉，看到了吧？这两只耳朵差不多对称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缝了这里以后，是吧？我们外面这里也要缝一圈。大家不要怕这个红色的线头露出来哈，这没有关系的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留白色的线做缝合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耳朵呢，我们要缝合两个地方。等一下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哈。就这里，这里要再固定一下。这个耳朵一定要缝好，缝好了它才好看。这个位置别漏掉了哈，一定要缝，这样这个耳朵它才会立起来。好，看到吧？我这个耳朵缝了两个位置，这里缝了，然后这里也缝了，看这样它就能立起来，这样就好看一点。然后呢，告诉大家怎么收尾哈。我们在这里旁边随便找个地方，挑起两个针目给它，看到吧？打个结，打个结以后呢，我们找到的是这里正面，看到正面的位置，这里我们这里是双层的，是吧？缝合起来的位置，给它从这里穿过来，穿过来，藏在里面，这个线头就看不出来了。这个线头呢，我们也藏在里面。这个是我们这个白色的线头，好，看到了吧？现在呢，我们开始缝这个花边。这个花边呢是这样哈，我们是从这里开始勾。另外一边呢，大家也做好记号，这个位置呢要差不多，不要一上一下哈，不好看的。大家做了记号以后，这样你看，这样看一下位置是不是差不多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在同一条线上，感觉如果上了一点，我们还可以往下面勾一点。然后呢，这边呢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整个转的全是这样，从这里起头开始勾，勾了以后这边，勾到这里为止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也在这个地方，我来找个记号扣哈。你看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在同一条线上哈？你看这个位置也差不多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拿出白色的线，白色的线就这样，从我们这个做记号的这个位置开始。你可以往下面一点哈，记号扣前面这个位置，
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线头，线头我们跟平时钩一样，给它这样藏起来，钩三个锁针作为一个起立针。好的，然后我们还在这个针目再钩两个长针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给它这样。好，胶扣拿掉。我们这个线头一直给它包住，大家不包也是可以，不包我们给它塞到眼镜里面去。现在这一圈呢，我们就是在每个针目上钩三个长针。好，下面这个针目。大家就这样勾吧，勾到另外一边的记号扣。我告诉大家这边怎么连接，就是勾到这个位置哈，这个记号扣，就这一只眼睛的另外一个记号扣，好吧？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到了记号扣这里哈，我们在记号扣这个位置，给它勾三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看一下哈，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旁边这个针目上，旁边这个长针上面，在这里勾，勾三个长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一排的，它其实是帽檐的第一排，在每个针目上勾一个，勾三个长针就可以，看到吧？就这个样子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挑出这个针目来，这里呢一定要挨着这个鼻子，挨着这个鼻子勾出来才好看。我刚刚没有挨，空了一段出来，勾出来这个效果就不好。看，也就是接着我们这个鼻子的下面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这一排的针目，不管是长针还是外钩长针，你不管它，就是在每个针目，我们挑起这个针目的立柱，给它在上面勾三个长针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哈，这边是在哪个位置？看这边，我们可以这样勾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在这里，大家勾几针以后看一下是不是对称的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号扣这里勾三个长针，大家勾完了看一下两边是不是对称哈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你看这个样子就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然后记号扣可以拿掉，我们这个呢也快完工了，看到吧？勾出来是不是挺漂亮？另外一边呢，就是跟我们这边一样，我们在每个针目上勾三个长针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按自己的方法把这个勾完也可以。这个帽子呢，我们就完成了，因为流苏呢，我们是一次性给它勾完了，所以不需要另外勾，挺好看的，是吧？这里呢，我就不再示范，大家按照这个规律呢，勾到这个记号扣的，我们这样一直转着圈的勾。在每个针目上勾三个长针，这节课呢，我们就全部结束了哈。